今天教大家怎么给牛喂驱虫药片，一只手就可以操作，非常简单，不用固定牛，也不用掰嘴啊。请接着往下看，这就是给刚才那牛准备的啊，一片管70斤，给它定1200斤的量。下面来开始操作，准备的东西有一个黄瓜，一个筷子，剩下药片，咱把药片弄进黄瓜里，开始干，然后把这黄瓜喂给老牛，让它吃进去，看我怎么操作。对，朋友们看一下啊，17片药已经全部塞到这个黄瓜里了啊。下面咱开始喂老牛，看看它是如何把它吃进去的。这个方法是我自己研制的啊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请给个免费的双击关注，感谢支持。布满药片的黄瓜，来给它，来看怎么样把它吃下去的啊。看着啊，17片药，这就是驱虫了。不能吐，绝对不能吐，那是你塞的位置不对。看着没，吃进去了啊，17片药，塞的位置不能集中，一个点一片，一粒不带吐的啊，朋友们，看着没，已经吃完了啊。认为有效果的，给个免费的双击关注，感谢各位的支持，没了。